你钱？什么？是你给我钱，不是我给你钱。哼，你小子，新来的吧？啊，我第一天拉车。怎么没人告诉你，日间黄包车进南京路可是要收费的客人啊？啊？怎么能有这种道理啊？这可是公务局的规定，日间黄包车进南京路车上一定要有客人，我可是你的客人，收费一块钱。你在南京路上个课，没准能赚个十块八块，有你小子便宜的。怎么了，徐某先生？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白探长。我已经不当探长了，这不，我是黄包车的车夫。哟，探长变车夫，真难想象啊！哼，这是大上海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把你的黄包车执照拿出来给我看一看。好。哎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 这是什么？拿废纸当执照，骗谁啊你？哎，你干嘛？车总工，人拿下！别动！你干什么？殴打徐某是一等罪，你敢？告诉你啊，别坑我白身，我白身坑不得，给我打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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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师傅，门关了，天大世界，明天再说。师傅，我是白晨，快开门！师傅，怎么了？没事。这车，师傅，你不是说过，除非我拉不到门口，都给我白熊吗？哎，白熊，白熊！ 白晨啊，他很快就没事了，啊！我能不哭吗？他长那么大不容易。
这么闹，还是第一次被折磨成这样，我心疼啊！妈，我这不是还活着吗？啊，您别哭啊！你就不知道妈疼你。本来以为不当巡捕了，会日子好过点儿，可是没想到，妈，您别哭了，您再哭也不管用了。您哭，我这腿也不能马上痊愈了。 是啊，阿姨，您别哭了，我们应该多给白珍姐鼓励。我这腿可以让他们砸断，车可以让他们砸坏，可我的头还是要抬起来。我明天就上街拉车去。得了，哪顾得了那么多，先治好腿再说。玫瑰说的对啊，你要听人劝啊。好，玫瑰，等会儿啊，我拉车带你去兜兜风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等着。 谁是老板？我是。奉公务局卫生处命令，你家面店发现传染病，即日起予以查封。有恐店内细菌蔓延，所有人立刻迁出。违者重罚。胡说！我们家店这么多年，从没出过任何事情。哦，原来是白探长，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解释哦，你们立刻迁出，要不告到公务局去。这是公文。这谁发的公文？还有谁？当然是公务局局长。 玫瑰，玫瑰，玫瑰，你来多久了？怎么不进去啊？老爷，您回来了。 小姐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让他进屋啊？哟，我们哪敢不让他进？我是他不肯，老爷，你别骂他，是我不要往里去的。玫瑰，你就在这儿这么站了一天，也没吃也没喝。爸，我求你。 我求你放过白晨吧，玫瑰，别这样，起来起来，玫瑰，你别这样，你就放白晨一条生路吧。好，咱们屋里边去啊，走走走。玫瑰，吃啊。 这都是你平常最爱吃的，你不在家，爸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动都没动过。快，我不吃。玫瑰，有什么话吃了以后可以再说吗？白晨让你逼惨了，难道你非让他赔上命吗？玫瑰，又有谁在你面前说爸坏话了？没人说你坏话。白晨就是一个小小的巡捕。 他如果不是你的朋友，我连他的名字都不会知道。他的腿让人打伤了，他家的面店让人封了，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玫瑰，公务局大着呢，爸爸要管的事情很多很多。当然了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经爸爸批准。爸，我来这里不是想了解公务局有多大。 我只是想让你看在女儿的份上放过白晨。要么你点头，要么下次你连女儿也别放过。玫瑰，你瞧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我是你爸，你就这样跟爸说话吗？玫瑰，你能不能把对朋友那份认真分爸一半呢？ 你的朋友受了委屈，就把责任推到爸的身上，流泪求爸饶他们。那爸也流泪求你回家，你能饶了爸吗？你能在爸饶他们之前先饶了我吗？你能吗？爸，我说不过你。道理不在嘴里，在心里。有一天，你把事情做对了，我会回来。我是你的女儿，永远都是。 你认为你的女儿该有一个怎样的爸？这是谁也帮不了你的事儿。
小姐，小姐，王三成，别扶他，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。白晨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明天就拉车去。齐了，阿勇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在哪里吗？少将，2年5个月前的3月16日，在京都金阁寺总部见过。哦，你记得那么清楚？报告上将，毕竟属下见上将的日子有数。阿勇，在这里待久了，嘴皮子可是利索多了。上将。属下是打心里敬重你。敬。磨砺的是刀，而不是嘴皮子。嘿。皇军即将行动，我这次来是要先清除一些地雷。上将，这些个支那人和我们皇军作对。灭这些支那人的心理依靠，支那人就会不攻自破。上将，计划什么时候进行？阿勇，你现在是法租界公务局局长，搜集情报比较方便。名单上的这些人，你要尽快给我搞出一份详细的资料。是。这次行动高度机密，需要找一个效忠皇军的支那人来完成。你有这样的人选吗？报告上将，有。好，带他来见我。嘿，马兰司长，来一会儿。瞧，我把球给轻了，还管用吧？谢谢师傅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走到外面走走。哎，师傅，这车要是再出毛病可怎么办啊？还是那句老话，除非你拉不回来，否则啊都给你白修了。行，我出去走走啊。哎，慢着，先给黄包车穿件新衣服。我没说错吧？我说很快就能带你出来兜风吗？谢谢你，白晨，你总是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哎，你看这里夜色漂不漂亮？好漂亮哦。哎，你的腿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我还能拉你跑得更快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哎，要不要试试？好啊，走，上车。嗯，坐稳啊，这回很快。好的啊，站住。下车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不下车。老板说对你的容忍到了极限。什么意思啊？回家吧。玫瑰不想回家，你干嘛逼她？她是人家的女儿，你不让她回家，犯什么罪你自己最清楚。别探长，我已经不是探长。白晨，赵四龙通报了熊某方，说他的女儿滥龄寡骗，按刑法这次犯了风化罪。放屁，玫瑰是自愿和我在一起，没有人拐骗的。是的，我是自愿跟白晨在一起。这件事情我们当熊博的不好说，
我不回去。赵少杰，我们有责任把你带回去。玫瑰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我不回去。听我的，先回去。我回去的话就看不到你了。我可以去找你啊。你找不到我的。我想找谁就找谁，没有人拦得住我。啊，三十多天没睡了，你一点不挂念？不挂念。我知道你心里恨爸爸，可爸爸这样做是为你好，时间久了你会知道的。你以为你这样能锁住我的心吗？你的心被迷惑了，我只能锁住你的手，这样才能治好你。跟我走。玫瑰，你太放肆了，以前把你惯得不成样子了，今天好好管教管教你，给我缩起来！放开我！小姐，她还没吃饭呢，看看吃不吃。叶志，来一下。上殿，阿勇。阿宪到了，站在后边的人就是你说的那个支那人吗？就是他。哟西，沈殿，他就是沈烈之。烈之，这是总部来的上将。因为你是自家人，上将想认识认识你。上将中将我不认识。老板，我只听你的。他妈的胡说。阿勇，上将，果然养了只好猎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小子别逞能，明白什么叫杨修之死吗？不明白，没读过书。好，有个性我喜欢，不过能不能成大事证明给我看。上将要你做的事情也是我要你做的事情。是的。这人是谁啊？他叫王李庚，大学讲师，最近他游历日本，回国以后在全国进行讲演，说的都是侮辱大日本的话。这个人你能让他永远消失吗？一个破读书的也那么难对付吗？还要我去？不错，他是个读书人，动一根指头就会要他好看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他身后的支持者都是精武门的高手。让他走吧。
狗，你们全都是赵世龙的狗。往这里去。把你的赃钱拿走。同学们，日本的狼子野心还不够明显吗？我到日本讲学，日本的小孩问我，中国是不是有最红最好吃的橘子？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就拿最红最好吃的橘子来哄小孩，想要吃最红最好吃的橘子，就要到中国去，那儿有宽阔的草原，数不尽的羊群，还有肥沃的土地。大夏，敌方诡计，列文不是死了吗？难道还能凭刀计剑？管他地府来的信还是另有高人，反正啊，我们跟着王立庚错不了。同学们，睁开眼睛吧，看清楚日本人的真面目啊！王立庚呢？哪儿的话呀！我们知道日本人要别再来说，上！你怎么知道我叫沈炼之？你是故意投靠赵世荣，想知道他的秘密。沈德是我朋友，我们是自家人。胡说！我是上将。这回我信了，赵世荣果真养了一只好猎犬。那他呢？他是我的人，冒充反日分子，目的是为了引出更多的真正的反日分子。你得明白。妈，暗地里折腾了一段日子，赵世荣已经把我看成他们的人了。日本黑龙会来了个大魔头，妄想在中国发动细菌战，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，要彻底揭露挫败他们的罪恶勾当。妈，你得保佑我，别让我功亏一篑。你已经属于宋盾了，可我不后悔。我们已经失去那么多，失去个意义又算什么？哭的是玫瑰，他让他爸给软禁了。小姐，吃点东西吧，不
吃东西怎么行啊？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点吧。我不吃。小姐，你都三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会饿着的。我再给你做一份去。爱吃不吃，不吃饿死，饿死留我一个人过日子倒痛快。来，坐这一块。坐这里。坐下来。来，可以进来。你想喝点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我随便。老板，给我拿瓶酒。好的。耿哥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？你今天怎么喝那么多酒？你我喝多少酒？我用不着你来管我。你干嘛？是不是要吵架吗？你？谁会跟你吵架？我每回都是让着你的。你什么态度啊你？你有什么冲着我来好了？你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忘记过他？啊？什么？是你说到你心里去了啊？我不想跟你说回他，只能我们俩闹别扭。你这就是默认。有了未婚夫，还是惦着那个旧情人，宋队，你可以适可而止了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不要以为我看不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低头腼腆的样子，人见人怜。我要是不在，你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来的。太过分了。对不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依依，依依，刚才都说我不好，我太过分了。依依，我刚才喝多了，我说的那些话都不是人话，依依。我以后永远都不喝酒了，好不好？你嚷什么？别人家不要睡觉了。我真是的，我喝红了眼，我喝昏了头。你都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了，我还吃什么陈年老醋呢？进来吧，给你倒杯热水喝。月亮，这边走。黄凯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有点害怕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一起千里迢迢的运来了，护佛大夫和他的助手在医院等着，不久你要重见光明了，有什么害怕的？走。谢谢你，黄凯。可是我心里真的很乱，我不知道到时候。姚玲，从容点，别怕啊，有我在。再说了，不久你又重见光明了，害怕什么呢？那个大贝壳啊，我都让他们带过去了。走。
不要太担心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他怎么样了？失血过多，昏迷，现在正要急救。你要找最好的医生，听见没有？最好的医生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病房，爸，你让我走，让我走吧。爸，让你走，让你走啊。可玫瑰啊，你现在太虚弱了，等你养好了，爸让你走。真的吗？爸，你真的让我走吗？爸实在拿你没办法。爸，我求你帮我办件事儿。说，宝贝。让白晨来一趟，我怕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他了。这么做呀？我想，还不如死了呢。死，死能解决问题吗？但是可以把问题忘记。你傻不傻？我爸说，等我身体好了，他可以让我走的。好好好，可是现在你要休息，你太虚弱了。白晨。亲我一下吗？行。白晨，我想，我以后都见不到你了。你不要离开我。好。你不要离开我。好。再也不要离开我。
姚玲，白晨，你就是白晨。姚玲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的头发长了，该去理理发了。你的鞋带松了，要把它系好啊。姚玲，你能看见东西吗？我还看见你一脸的疲惫，一定是你昨天没有睡好，担心玫瑰。姚玲，这都是你看见的吗？你能看见东西吗？姚玲，太好了，姚玲，你看见了，你终于看见了。姚玲，太好了！姚玲，姚玲，玫瑰，你就是玫瑰。是的，我是玫瑰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。